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，强棒卫浴，时不我与。9月2日下午，在北加州，奥克兰运动家队以2-1击败洛杉矶天使队。大谷翔平并没有作为，自从7月3日左手受伤后，现年32岁的洛杉矶天使队中外野手楚奥特 Michael Nelson Trout 能不能够病愈，在本季归队是个大悬念。回想在楚奥特挂病号的7周期间，天使队出战38次，作战成绩为16胜22负，其中包括日前18次出赛，苦吞11场败仗。8月22日晚间，在南加州洛杉矶天使球场 Angel Stadium， 楚奥特伤愈复出，首度领衔迎战辛辛那提红人队，担任第二棒打击，全场站上打击区4次，只有在第8局下打出一支内野一垒安打，其他分别以飞球遭到接杀、滚地球遭到双杀，以及三振出局无功而返。他的队友来自日本的大谷翔平，当晚担任第3棒指定打击，4个打席1次4坏球保送，其他3个打数突然无功。天使队在中场以3-4落败，这是本季第63次主场作战，第31次失利。洛杉矶天使队目前的战绩为64胜72败，胜球率47.1%，是全季最低潮。球队还有32次例行赛事，晋级季后赛比赛已经成为奢望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天使队本来一直寄望大谷翔平和楚奥特双星报喜，能够及时发挥实力，协助天使队晋级季后赛。大谷翔平曾经于2021年球季创下单季46轰的纪录，而楚奥特则是在2019年缔写过单季45轰的纪录。不过，时间并没有给天使队空间，大谷翔平和奥楚特好看却不耐看。彭广阳，2023年9月4日。